这个是有自信的这个动作，很好。这个我们来介绍一下萧大哥哈，哎，他是这一个以前资深的这个广播界的这个元老啦，哎，介绍一下哈，对啊，给你介绍一下。在花旗广播电台。花旗广播电台。102.7，嘿，来做主持，嘿。黄昏约会。黄昏的约会。黄昏约会，哎，6点到8点哈，哎，你头一次来参加我的节目，你感觉安怎？你刚刚很好哈，来跟大家问好一下。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快乐哦。大家快乐。母亲节快乐。哦，母亲节快乐。好，谢谢。